来自浙江队的张欣怡。哦，前团是一个高难度的上法，但是起跳可能有点歪了，落木歪就直接蹦下去了。垫子后直，前屈接，横分跳接，小翻，长串连接，很漂亮对串。直叉跳接，分腿跳接，环接倒叉也没问题。它连接很干脆动作。那我蹲转了两圈。横木数分180接，横木倒叉。节奏自信一点。横木动作的编排。狠一点，肥住。电子板和地平化。在了，在了。嗯，漂亮，垫子后屈两头下。他这套动作完成的很不错，然后他的皮和木的整个完成比高低杠高出了好几。